积的地方。那这个是简单的大道禅，可以了吧？好，那现在就讲，开始就是看图说故事。我们就要谈这个庙，你看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庙，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，我建议你就把它当作什么，当作宗教艺术，啊，宗教艺术。台湾登记有案的有15000家庙，如果加上没有登记的，大概有40000家。这么多庙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就要看它的特色，不看它的特色，看一两家就差不多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庙和你家附近的很像？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有兴趣，第三个礼拜六，你就可以跟我走万华，在龙山寺集合，早上9点。啊，第二个礼拜六，就我们去走大龙洞，就看灵济护国禅寺啊，看孔庙、保安宫、铁锈宫，那也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现在你的部落格都有。应该有啊，有智慧人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没有智慧人啊，再怎么说还是。每篇文章往下拉拉到最后面都有写。对，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啊。那篇文章下面拉到第几个礼拜在哪里，第几个礼拜在哪里，第几个礼拜。对嘛，像这些都很清楚的。那没有关系，你现在知道也来得及，只是你有兴趣你再来，没有兴趣不要勉强。好。那我们看这个庙呢，这个庙是18